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学生支援场来到了台中，哎，大家挥挥手吧。啊，大家看完的感觉如何？可能要沉淀一下思绪。今天有很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，我们要送签名海报。如果说你等一下呢有任何的想法，看完有些观后感，有想要提问或是想要问，或是想要分享你的观后感的话，勇敢举手，我们就会送你签名海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船长。好，船长谁？好，王志煌。好，来热情掌声欢迎我最爱的笨男人的主创登场，欢迎亿万票房监制孙启明监制。哎，大家好。好，再来欢迎的是男主角亿万票房巨星范逸臣。哇哦！接着欢迎的是啊、哦，这个击败人来了啊、哦，还魂了，农历七月要还魂的，还魂一号，欢迎姚晨耀鬼哥。再来另一个还魂的是龙哥，欢迎第一次演电影就上手的郭宏志，在必得，厉害！大家那么多的资源，先给你们拍照好吗？来比个爱心，先收麦，然后一样两两一组，两两一组啦。你们两个搭，你们是这个临界组嘛，阳间组嘛，好，来来，四位一起看向左手边，来给你们拍照时间，就是希望你们打卡上传 FB IG， 帮我们 tag 我们哦，要 at 我们我最爱的笨男人，让我们知道你在现场，来一起让中间下方，中间下方这一区块，来尖叫一下好不好？啊！来看一下中间后方，啊！再转向右手边，好 ，OK， 有拍到吗？那我们先讲话喽。来，请递上麦克风，先请票房监制孙启明最帅的监制来跟大家说几句话，往前一点点好不好？不要跟大家有距离，就这么近，这么近。汪美声音这么近耶！对不起，吓到妹妹了，对不起。来，你先。那个，谢谢大家今天台风天来看电影哦。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片子还蛮好看的，有笑有泪，然后演员的演出都非常的精彩。那你们看完之后，如果觉得喜欢的话，帮我们在 IG、FB 分享一下，然后 at 我们的笨男人粉丝专页。那你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呢？不要讲，不是，你真的不喜欢的话，你就私讯他们三个，他们会说服到你喜欢为止，哦、好不好？或是再看一遍。对，再看一遍。太棒了，好，谢谢监制，再来欢迎范逸臣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电影。那其实跟监制说的一样了，就是你可以 add 我们，然后写上你的心得，或者是你觉得哪边好看，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可以，然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就可以了。然后九月八号，继续支持我们电影，谢谢。倒数五天喽，请支援啦！再来欢迎的是鬼哥。哎，大家好。我说男人，你说笨，男人，笨，男人，笨，男人，男人，男人，笨笨笨，哇！到底为什么？好厉害！这是金钟主持人给你递来。哎，再多讲几句吧。哦，没有，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啊！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可爱又浪漫的电影。然后我觉得我们最有的就是，我们就是拿真的东西，拿真诚的情感跟一个洒劲献给大家。对，就像郭哥这个诉求一样，是一个直球对决的电影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耶、yeah, ，说得真好。再来，郭宏志在必得。来，台中朋友大家好啊、谢谢你们今天也是台风天风雨无阻，还是来帮我们支援一下。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可以带给你们很温馨，然后也希望可以你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是有笑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大家开心，谢谢。哎，你们合作无间，我想看你们四个笨男人拥抱一下吧。三二一，互相拥抱，围个圈好吗？哎，慢慢的爱，来转圈转圈，跳跳跳，转圈，三百六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好可爱哦，你们好好 Q 哦。来，接下来接吻，没有乱讲了。来，哎来，分享你的观后感。或是有什么提问，哎，马上就有嘞。最后一排就是你，大声的说出来你的提问，或者是观后感，我就送你签名海报。来 ，Go！ 他说：“你说男人，我说笨。”你说男人，又再一次啊！你说男人，不要了。来，鬼挡墙，大声说。
要接地气，然后不要太多天真，然后回归最原始的，尤其是你每次有大姐真的是也是太好哇！我要讲一句话，就是身为影迷，身为球友，他叫过不是热投球，哪怕只是投一颗像水果的东西，但是还是很来来，那肉包给我一下，肉包。没有肉包，你要丢给他是不是？还要不要补充？谢谢你，他很棒哎，你要掌声。对，每个人就是这样的态度，很棒哦，赞。好，再来第二位，很踊跃哦，来，鬼哥选一位。我选有写有牌子的。好，写有写有牌子的，请起立，大声的说出你的感受来。怎么有点像我愿意邪教的感觉又来了？来，来，你要不要起立说一下这个观后感？来，不要吓到。干嘛哭？我吓到你了是不是？啊、让你来，让你懂得撩粉丝哎、欸，还跪着放哎、欸，哇天！我愿意。我喜欢你很久，然后我觉得你在里面很帅，然后他说我在里面很帅，本人还好对不对？是虽然他很快，但是还是很帅。然后就是希望还有机会看到这么好的作品。当然，掌声鼓励。多一点那个 bonus 给你好不好？握个手要不要？想吗？要不要？抱一下！哇，好主动的女性啊！对，新时代女性就是主动出击，赞赞赞！但毕竟她已婚了哈，拜托，不好意思，来来，我先把那个人夫拉回来。Sorry 啊，不要闹越来越大了哈。第三位来，亿万票房一哥，选一个。聊得很大力那个。那个大哥。好，就是你，哎、欸，大哥啊，一句话，哎，没有看过坏人，头人还在哭的啦，算，头人头完还在哭，演得很好哦，金钟影帝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谢谢大哥。再来第四位，来那个郭宏志在金必得，选一位，来来来，妹妹，妹妹，好，妹妹你说，很好看，很热血，嗯，翻译成我很喜欢他演的，嗯。其他呢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不接没有接，等一下跟我一起啊！他热血啊！他是原本喜欢看那种笨男人啊，我很喜欢那个他们演的很热血，然后有血一直流出来，好嗜血是不是？你很重口味，那你想要跟谁握一下手有吗？选一个。真的吗？潘医生上来啦，握一下人家手啦。那你要上这个 FB IG 帮我们多多宣传，不能签唱片啦，不能啊，你我可以签啦，我可以接吻，什么都可以，但不要让他们签。好，第五位来，那个监制选一位，戴帽子的兄弟，戴帽子的兄弟，就按你了，来大声说，是他吗？对对。好，请说出你的观后感或是问题。我在六月八号，对，六月八号，六月八号也是台中场，就是。九百刀的我，请问台哪里需要加强？我也要去看第一场，然后是为了顺风去的。然后其实里面是超级拖戏的，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会拖，完全怎么样？完全怎么样？整场都是乐的，我一定帮你们分享出去。然后等一下可以请翻译成帮我签名，因为哦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真的。然后我建议还是就是你喜欢 A 不用刻意贬低 B 啦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亲，台湾电影好不好 ？OK， 但是谢谢你的支持哦，掌声谢谢。好吗？谢谢。来，但感觉我们赢了。还有一张，最后，今天不要签名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来，那最后谁选？海报上面都有签名了。最辛苦的权哥啦，又被背叛。来来，权哥你选一位，压轴一位。就刚刚这个美丽的姑娘。对，那你大声说出你的感受或是问题，直接不用麦克风。我觉得这一部戏就是所有的，不管是坏男人还是笨男人还是好男人的元素，其实都有包含到了，就是三位男人的特色都有包含到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戏非常的成功。那我也预祝大家，就是这部戏能够票房大卖，谢谢，谢谢，很感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，我们没有海报可以送了，一人一句话，简单几句话，对大家说出你的感谢。好好推荐，倒数五天就要上映了，不是有票房压力吗？很大。来，请说，好好说。刚刚好那个 Golden 说到票房压力哦，因为这个片如果没中的话，我可能要跑路了啊，所以拜托一下，麻烦九月八号跟你们朋友说，去戏院看我最爱的笨男人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
再来一个。请大家用尽所有的资源把我们广告，九月八号我们的戏要上了，谢谢。倒数五天，好，真的希望大家喜欢的话，用力帮我们分享出去。我们是一个很可爱又有傻劲的电影，谢谢大家。九月八号，我的最爱，我最爱的笨男人。尬太多戏了哈，我最爱是我了，来志在必得。好，九月八号，我最爱的笨男人，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好不好？然后也多帮我们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最后，鬼哥再来带领大家，来，大家想要一二三，我说男人，你说笨，男人笨，男人笨，男人笨，笨男人。大合照的时间来了，来，请你刚干嘛？对不对？害羞哦。你想他们跪在前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让他们坐椅子，但是你们不要走远，你们可以簇拥他大腿这样子。我们让主角主创还是坐椅子，但你不要走远，你可以在他旁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们让一下四个位置，可以吗？但是你们不用，对，你们就这样子 ，OK， 可以吗？那你包包可不可以先拎到旁边？然后那卫生纸啊，然后怎么演出机啊，先放旁边。对，我们先瞧一下，可以吗？是吗？对，中间四个可以吗？好 ，OK。来哦，来旁边的朋友，这样拍不到哦，我们往中间一点点挤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的朋友帮个忙，来来来，帮个忙哈、哦！现在呢，请大家头顶大爱心来一张，好不好？来，头顶大爱心。好，所有的朋友，两侧旁边那边喽，你们往中间那个大区块，好不好？中间大区块，对。现在呢，大家头顶爱心，头顶爱心。先来一张，看一下那个这一台。来，三二一，头顶爱心，票房长虹，我最爱的笨男人。再来，不要动哦，来一个动态的。等一下，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，你疯狂摇你头顶的大爱心，好不好？疯狂摇，这样才有限动的感觉，好吗？来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数到三，你就要 cue 哦，来。现场哎、欸，头顶大爱心，头顶好，来一二三呀！票房大卖，谢各位，再次谢谢我们厉害的主创，一人一句话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拜拜。但是你们现在先留在位置上好不好？来来，请留在位置上来，先坐下。还要再说，那就再说一次，九月八号，请你们的朋友一起进戏院看电影，谢谢。好，范英成。九月八号，记完啦！耶、yeah, ，郭宏志在必得。谢谢大家，我最爱的笨男人，九月八号，大家戏院见。好，姚淳要压轴。记完，记完，记完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飞吻跟大家说再见，大家先留在位置上，我们先送别四位的主创团队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你们先走，大家先留在位置上哈，乖乖的哦，谢谢，记完啦，感恩。好。今天拍的照片，记得 po FB 跟 IG 哦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然后这个镜头在这边，你们可以跟他说拜拜吗？拜拜！请大家支持，倒数五天，我最爱的笨男人，拜拜。